想跟 Lambert 走一起走着走，然后莫名其妙的总是会有这种事情啊，就是我跟 Lambert 走着走，哎 ，AJ 从旁边走过来，然后跟我打个招呼，然后是什么画面呢？就我左边是 Lambert， 右边是 AJ， 然后我走中间。啊，如果你们可以带入那个感觉啊，带入那个感觉，你会说啊。多多少少有一点压力啊，啊，就是，然后我碰到了第二个最爱穿背心的人，应该就是 AJ 了啊。AJ 特别喜欢戴帽，戴毛线帽，然后特别喜欢，有时候会戴鸭舌帽，有时候戴渔夫帽，然后喜欢穿背心，有的时候是黑背心，有的时候灰背心，然后就是。我们每天不知道对方会穿什么来嘛，他 AJ 应该是没有在意，他老是撞，老是撞，哎呀，有的时候啊，你在照镜子，就是我穿了个背心，我去服装间，我照镜子，觉得哎呀，我穿背心真他妈的帅，穿背心真他妈的帅，然后就 AJ 只有一面镜子嘛，然后 AJ 就在后面，突然我在镜子里发现 AJ 跟我照同一面镜子。我就然后就我说你走，你不要跟我照同一面镜子。容貌焦虑多少都有一点嘛，